明月心真共情，寒窗实难怨天也从明，合眼睛意难平，缘恶母影相较平，世间苦其实永未平静，未算清从未悔，只因爱是无罪，你说云千羽是先帝龙裔，可有证据？回皇上，闽池禅院血案生还者孟品香经已扫成，他扬言他是李妃娘娘当年近身时被扣住，当中来龙去脉他希望亲自面圣方会道出个中原委。后宫波决云诡已如我诈，片面之词不能尽信，扣珠所言孰真孰假难辨，但微臣深信他身为京世秘密，方会引来杀身之祸。至于德妃娘娘，想必是殃及池鱼，以致无辜受牵连枉死。难道皇上不想抽出真正元凶，还娘娘一个公道？宝卿言下之意，是想升堂审理此案。皇上若然开审，包拯必定一查到底，查出真相方会罢休。此案涉及先帝血统，大宋正宗，必定引起波澜。包拯身为人臣，从来只听命于皇上一人，查亦或系唔查，请皇上明示。朕考量虽是，你先行退下。臣领命。若然朕徇私枉法，如何面对满朝文武？如何治国？住口啊！唔好同哀家讲治国之道。冇哀家就冇你，你系边个？你系城外野种啊！你讲乜嘢？你既非我生，亦非龙裔。冇可能，冇可能！你欺骗朕，哀家嘅说话就系真相。皇上，莫非你决定宁为玉碎，不作瓦全？朕自有主张。皇上授意包拯彻查，即系自寻死路。你到底想点？扣珠、云中留妇女、开封府上下一个不留，你我先有一线生机。果然最毒妇人心。当年你为了做皇后，到底杀过几多人？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无情追视帝王家。历代君王从来都是刀锋舔血，休同哀家讲妇人之仁。你答朕，晚池禅院血案是否你所为？德妃同佢腹中孩儿是否你所杀？哀家当天发誓，绝无杀害你妻儿，否则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哀家未知血案底蕴，但系行凶者肯定包藏祸心，离间我两母子之情。朕真系唔知道系边个喺度兴风作浪。皇上请牢记，你我唇齿相依，注定相濡以沫。如果皇上唔想双手沾血，哀家可以代劳。挨过呢关，你依然系哀家嘅好皇儿，大宋嘅好皇帝。我系太后嘅亲生骨肉。点解佢咁狠心将我置于死地？宫中妃嫔勾心斗角，只为争做皇后。
今日太后就是当年刘妃，表面同李妃情同姊妹，实质痛恨佢深受先帝宠爱。佢哋同时怀孕，刘妃担心李妃诞下男婴母凭子贵，所以威逼利诱要宫中太监宫女帮手铲除李妃，包括我。临盆当日，李妃诞下男婴，我与太医太监合谋，运走男婴，换以狸猫，愿望李妃诞下怪胎。李妃娘娘，你个孩儿啊！点解会咁噶？刘妃同日诞下女婴，命我将女婴偷运出宫，隐姓埋名，抚养成人。万料不到，刘妃一早决定斩草除根，亲生骨肉都唔放过。当时我身受重伤，方不择路，意外堕崖，幸得云中流经过山边，及时相救，否则少公主早就命送黄泉。唉，天意路人，偏偏你就寄居喺万池禅院，系你连累晓晨噶。当日皇上带德妃娘娘前来安胎，我担心太后同行，方寸大乱，惹来德妃注意。上前扶起佢，草民叩见皇上娘娘，望皇上娘娘恕罪。平生你冇事，仲有事要做。我见德妃娘娘宅心仁厚，思前想后，就将狸猫换太子的前因后果如实写低。希望娘娘转交公主，还公主一个真相。请你转达。我哋分头逃走，最后娘娘惨遭毒手。走啦！奴婢罪该万死。是李妃娘娘所赠的平安镜帮我挡了那刀，想必娘娘在天有灵，要我命不该绝，将功赎罪。你人站出来指证太后，千羽，我们一定帮你恢复你的身份，还你一个清白。太后禽兽都不如，我不肯同她相认，亦都不肯做公主，我只是想将太后治罪，以制晓晨和她腹中的孩儿。千羽，我同大人分析过，形势危急，佢吩咐我哋即刻走。包大人点会贪生怕死啊？大人佢视死如归，佢只系唔想我哋留喺度陪佢赌命啫。佢叫你走就走啊？好汉不吃眼前亏啊！况且皇上会否乱走皇位都系未知数，但太后肯定想杀人灭口。当下危机四伏，你一定要走噶。自反而缩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我系唔会走，我一定要喺度讨回公道。我不想你死啊！你明唔明啊？我亦都唔会为咗自保而做缩头乌龟啊！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我哋分养就似一包笑。你讲咩啊？我哋以后各行各路。我同你经历咁多艰苦，先行到呢个地步，我对你情深意重，你知噶。我又何尝唔系刻骨铭心？但系大是大非面前，我绝对冇商量余地。你有权苟且偷生，我都有权为正义而死。以后你行你嘅阳关道。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千羽，我自知身陷险境，我不想连累你。你及早离开汴京，保重。本官一早命你哋有咁远走咁远，做乜留低？我哋系唔会大难临头各自飞嘅，包大人。士可杀，不可辱。临阵退缩，算咩男子汉大丈夫？做兄弟嘅最紧要就系讲义气咯。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，共同进退。形势险峻，我一早预咗要人头落地，你哋又何苦呢？开封府有咩风浪未见过啊？兵来将挡。今次我哋嘅对手系太后，若然皇上大公无私。我哋尚有一线生机，但万一……万咩一啊？我哋开封七子，一个都不能少。要生一齐生，要死一齐死。何其壮烈啊！唔遇埋我又点得呢？公孙先生，点解你冇走到嘅？千羽都决定留低。夫妻事缘，儿女事债，今生手足，来世未卜，做兄弟嘅。就要肝胆相照，
總之，火裡去，水裡去，冇得輸啊！嚟咗好多殿前軍，撤退。包大人，皇上嚟咗。微臣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皇上子夜到访，你知所为何事？朕已有所决，寇珠一案交由包兄全权审理。朕亦经已命殿前军于府外镇守，以策万全。你就替朕彻彻底底咁查，查个一清二楚。恕微臣直言，此案涉及先帝龙瑞、大宋正统。皇上，包兄无需顾忌，即管放手去查。大宋需要的是名副其实的一代贤君，江山谁属不重要，朕是否真龙天子亦不重要，朕只要知悉当年真相，抽出幕后主脑，还天下一个公道。皇上请放心，臣等必定秉公办理，无负圣恩。参见太后。皇上特意带包请前来，看来眼中已经没有哀家。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包请素来公正严明，由他审理方能查出此案真相。禀太后，尼妈换太子一案，涉案之太医、太监、宫女通通已死，本案仅存两位证人，就是太后与寇珠。若然本官要向两位录问，必定一视同仁，秉公办理。你哋都尽信寇珠所言，又何须审理？就干脆送哀家入天牢，等群臣亲眼见证皇上如何大逆不道，包拯如何狼子野心，联手迫害哀家。求皇上勿误信谗言，冤枉太后。求皇上明鉴。太后无需动怒，诸位同僚亦无需阻拦本官录问。本官无意指出太后过失，只是要查明真相。预订20位酒席，不设退款。老板肯俾我摊分20次嚟食，都算系咁，不吃白不吃。亲事已经取消了，何必再饮喜酒？你身受其害，当局者迷，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。当尼妈换太子属实，你又点可以肯定万慈禅院嘅血案唔系有人教和太后兴风作浪？你分明偏袒太后。我系旁观者清啫。你恨我取消呢头婚事，故意同我对着讲。就当我痴心妄想，我都想同你覆水重修，又点会同你作对啊？我答应咗帮皇上同埋太后做重师。高星茶，你好过分喎！你冷静啲啊！万一你被人利用，最终受责甚至问斩，凭我三寸不烂之舌，总可救你一命。我使乜嚟补啊？真相、道理、正义，全部喺我嗰边啊！呢场诉讼我一定会赢。你而家同我赌过双向，即刻与我为敌。希望真相如你所愿，到时你就会明白我嘅苦心。你今日助纣为虐，你我情分已经烟消云散，我哋恩断义绝。喺我心目中，唔会再有你一个公孙贼。老臣，家姐烧多啲纸钱俾你同阿姨，等你哋用到不绝。千羽，
阿爹煲咗莲子糖水俾你啊！我想止咗止完先食啊！等我钱啦。趁热食啦！爹啊，你冇为包大人升堂审案担心咩？当系涉及皇上是否真命天子啊！我要阿爹你以身犯险，女儿不孝。我相信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总有一线神机。莫非阿爹你另有神机妙算？包大人有青天美月，绝非系浪得虚名。就连他的结发妻子，他都没有偏袒，所以阿爹相信他一定会还天下万民一个公道。爹，你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。你看看你，你面色很差，快快回房休息，这里的溪钱等我烧得了。堂下妇人叩诛，乃系30年前李妃娘娘近身侍婢。佢声称当年遭太后收买，将李妃娘娘诞下之男婴换成狸猫。太后再将另一男婴偷运入宫，取代自己女儿。男婴日后成为太子，登上龙位。换言之，当今皇上并非赵氏龙裔。公孙策，你是太后重臣，有何辩解？寇珠的宫词错漏百出，难以入信。到底何处有错漏？哪处不可信？真太子换作狸猫。假太子變為一國之君，唔單止偷梁換柱、罪犯欺君，簡直係蒙混竊國、十惡不赦。既然多年嚟三缄其口，何以當下又忽然間講出真相？寇珠，你有何話説啊？奴婢愧對李妃娘娘，事發之後晚晚噩夢連連，寝食不安，只因貪生怕死，不敢挺身而出。自此病患缠身，呢啲通通都系报应啊！近日病况转坏，死期不远啦，所以我要临死之前毅然讲出真相，还李妃一个清白。哇，寇珠，原来你当年一直将我蒙骗啊！对唔住，系我利用咗你嘅善心。回头未晚。你总算将真相讲出，难得寇珠一片苦心，天地可鉴。当年你都可以欺骗李妃，难道今日唔可以弄虚作假？菩萨在上啊，奴婢所讲嘅一字一句都系属实。菩萨在远，官府在近，只要我传召一位人证，足以证明你满口谎言。叩见皇上，叩见太后。关友邦，你认唔认得身边呢位妇人？当然认得，寇珠，系我啊！30年前，你乃系宫中侍卫，同寇珠暗中私通，珠胎暗结，是否属实？冇错，千真万确。寇珠与人私通，与本案又有何关系？你怕你哋嘅私情被人揭发，又叫寇珠暗中落胎啊？系，佢最终。有冇落胎我唔知道，因为冇几耐佢就私自离宫，不知所踪。若然寇珠并冇落胎，仲偷走出宫，流落民间，诞下女婴，此女婴就系云千羽。既然云千羽系寇珠亲女，并非太后所生，咁何来用男婴换走公主一事？啊，寇珠属真属假，你讲清楚啊！单凭臆测难以成理，更何况我并非太后的骨肉又如何？本案的重点乃是皇上是否龙裔，既有漏洞，即有疑点，疑点处处，
无法言之成理，无理岂能服众？你话寇珠满口谎言，咁关有邦呢？佢和尚又唔可以讲大话。包大人，我想传召另一位人证，相信佢嘅诚信，唔会有人质疑。恭请八王爷。八王爷到。出动八王爷，公孙策，你果然厉害。有劳八王爷讲出真相，还皇上一个公道。参见皇上，本王以大宋王睿列祖列宗之名作供，当今皇上确系太后亲生。请问八王爷以何为证？当日先帝与本王在宫中内堂用膳，刘妃突然临盆胎动，先帝与本王马上赶去刘妃寝宫，冇几耐就听到婴儿哇哇叫声，先帝马上冲入去，仲亲自抱埋婴儿出嚟，并且多谢刘妃为佢弹下轮椅。八王爷所言甚是，相信唔会有人反驳啦。有八王爷嘅铁证，实在无可置喙。包大人，请你马上判决。禀皇上，铁将军在外求见。传。传铁将军。微臣参见皇上。太后，不必多礼。铁将军，你嚟面圣所为何事？回皇上，微臣日夜兼程，找嚟一位证人，相信可以帮助包大人厘清本案，找出真相。准奏。太师，点解你仲未死嘅？点解你会喺度噶？太后梗系想老夫唔喺度啦，你想我死啊嘛？幸好我命不该绝，此为天意。皇太师，你何以会起死回生？当日太后命人杀害老夫，然后埋尸荒野，幸好下手嘅人就系铁将军嘅旧部下。皇太师所言，句句属实。老夫得贵人相救，幸免于难。既然太后想将你灭口，为何你会冒险露面？今次侥幸死里逃生，此刻金山银山都不及性命攸关。本来早谋退意，然后隐居山林，但系近日京城传出狸猫换太子一案，事关大宋社稷江山，老夫冒死都要站出嚟。庞直多番作案，恶名昭彰，所讲系公词，不可尽信。老夫多年嚟被太后指使，逼我做尽坏事，自知罪孽深重，天理难容。庞直，你口出狂言，不得好死。太后请自重。太后稍安勿躁。庞太师，请你知无不言。三十年前，太后逼老夫亲自出宫外，挑选一个刚出世的男婴带入宫中，移花接木。刚才八王爷已经作证，当年刘妃临盆在即，八王爷同先帝一直喺寝宫门外守候。试问太师如何掩人耳目，换走女婴啊？刘妃产子除了几个太医之外，仲有太监、宫女帮忙。送热水、送棉布、送汤药，只要买通有关人等，交换女婴，易如反掌。当时太监宫女人来人往，确实搞到本王眼花缭乱。我调换刘妃所生嘅女婴之后，再交由寇珠抱出宫外，真相就是如此。太后为咗坐上凤椅，母仪天下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实在系石竭心肠，人神共愤。庞直，你讲大话，
污蔑我一家。太后，与其垂死挣扎，不如回头是岸啊。旁直，口讲无凭，你可有真凭实证啊？老夫以防万一，留有当年卖儿契约以自保，如今可以呈交包大人验证。契约上婴儿的生辰八字的确同皇上吻合，人都可以讲大话，契约都可以作伪嘅。咁身上嘅胎记就唔能够作伪啦啩？当日带入宫中嘅男孩，胸口处留有一梅花印记，包大人可以去皇上验明正身，就知道旁直有冇讲大话。皇上，旁直所讲是否属实？旁直，你含血喷人，哀家唔会放过你嘅。太后，马上传太医。太后抱恙，未能再审，暂时退堂。太后，刚才多谢八王爷仗义相救。此处并无他人，太后无需再假装病容。刚才千钧一发，唯有出此下策。包拯一旦判刑，哀家同皇上都不知如何自处。你会顾及他人感受咩？苦毒不弃儿啊！你连自己亲生骨肉都下毒手，简直系丧尽天良。既然八王爷唔相信哀家，为何出手相助？本王并非想帮你，本王系要帮我嘅好贤侄。故无论佢系咪龙锐与否，佢仁爱宽厚，胸怀大度。如果有咩差池，损失嘅不单止系朝廷，仲有黎民百姓。图令亲者痛，仇者快。望之不似太后，你何德何能可以生出好似皇上呢一位人中之龙啊？哼！皇上佢系哀家所生，此事千真万确。八王爷肯亲自作供，本来都谂住可以以成定局，但系偏偏中途杀出一个皇太师。之后太后百辞莫辩，出言晕倒，包大人中场退堂。莫非佢想帮皇上保住江山？大人开审，并非要辨别真皇帝定假皇帝。咁为何要审呢？逼对方露出马脚，再揭破佢背后阴谋。边个佢啊？咩阴谋？两个问题。第一，庞太师出嚟作供，有冇咁大仁大义先？绝对冇。会唔会良心发现？冇可能。咁佢点解要咁做啊？第二，皇上被拉下马，皇位悬空，咁边个会冷手执个二六对？但系皇上并冇指示，佢都唔系龙锐，十个仔都无法继承大统啦。咁照按理应该就系八王爷。咁仲有边个系赵氏宗亲？云中楼系。云中楼收养咗两个女，长女系公主，幼女系王妃。而寇珠失踪多年，偏偏就喺佢身边，种种迹象加埋。佢最有可疑，佢仲同庞太师暗中私通添。表面上佢哋毫无相干嘅。而家庞太师被太后追杀，若然云中楼做咗皇帝，佢就可以翻身。当日水玲珑接近庞太师，就系想从中穿针引线。我仲以为水玲珑嗰阵移情别恋添。四个字，谋朝篡位。展超讲得好，一此中的。哇！包大人終於都讚你咯，拍得住公孫先生喎。五品超聰明咗啦。咁人始終都係會成長噶嘛。你都落咗好多苦功。你阿哥傳下有旨都安慰。喂，如今證據確鑿，雲中樓未奸計得逞，咁點算啊，包大人？四個字，順勢而行。各位大宋眾臣，雲中樓、雲千羽都係趙氏王裔。同屬大宋宗室，今日商議之事，茲事體大，所以本王特別邀請兩位列席。龐太師提出嬰孩胎記一事，皇上並冇回應，
为了以防万一，需早作筹谋。倘若包拯判皇上并非龙瑞，当今皇上就不能再坐龙椅。一介草民岂可做皇帝？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。当务之急，要另觅新君，又在王睿和宗室之中揀出适当的人选。论长有辈分，白云爷当之无愧。本王只是闲云野鹤，绝不称职。况且白王爷年事已高，难以升任。一此中的。敢问大家，宗室之内有没有其他适合的人选？云中楼乃是当今赵氏王宅，本王丧如无景，而他亦都到了知名之年。咁白王爷属意边一位？当今之世就只有公主云千羽。我？本王并非信口开河，云千羽身为开封第一女宗师，已经锋芒不露，协助包拯屡破奇案，文武相传，深得民心。确实确实，千羽佢一向都系好打不平，以拯救万民为己任，确实系女中豪杰。女流之辈，不识大体，亦无识见，根本难登大雅之堂，更遑论问鼎天子。系啊，女儿家的气力当然及不上男之后，担担抬抬当然逊色，但论到聪明才智、运筹帷幄，又岂分男女？古有女后武则天能够当上帝位，大宋又何妨不可以出个女皇帝？讲得好。有劳两位。包大人，仲有咩想问？我所知之事和盘托出，不如马上升堂宣判，免得夜长梦多啦。你催我升堂，无非系想朝廷马上易主。只要新帝登位，你就可以顺理成章登上丞相之位。我唔明你讲乜嘢。庞直，你同云中楼同流合污，意图将当今圣上拉下马。我讲的是事实，皇上非天龙之子，只怕太师的计谋最终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开封府已验尸，庞夫人颈中毒针，是水玲珑下的毒手，杀完人之后嫁祸于你，要挟你供他差遣。为什么我在这里？活生生等死的感觉是不是很难受？云中楼，你在做什么？你休想伤害本太师啊！如果我要杀你的话，我就不用大费周章去救你了。你乃是堂堂一位太师，竟然遭人弃尸荒野，差点还死无葬身之地，你甘心吗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太后怎样对你？他们根本就想你死无全尸。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，太师你是聪明人，我关心的是感受前程，我庞直将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流芳百世。了尽功藏，道理显浅不过，云中楼为谋夺帝位，连自己女儿都可以利用，庞直你只不过是他其中一只棋子。他是细作，心狠手辣，你们同流合污，若有闪失，你必成牺牲品。老夫雄才伟略，身经百战，凤凰无宝不落，不用你们为我操心。区区一个苦魂，议论激石，简直自寻死路。你担心自己的下场好过啦。肯鸡思臣，有歪论上。云千羽虽然是女儿身，但是她有王睿龙脉，当今公主由他来做皇帝，胜过顶包的一介草民。我不信赵姓宗室再无人选。
雲川宇才德兼備，當之無愧。朱家慶，當日你收受賄款，幫安濟坊歌功頌德，今日又收咗幾多銀兩？追捧雲之宇啊！我冇收過半文錢，我係清心直説。你係文人之子，你狗口仗不出象牙，真係。你心虛啊？你心虛啊？含血犯人，你心虛啊？冇需要動手動腳，君子自重，人行重之。女流之輩大方厥詞，邊個話女子孤陋寡聞冇見識啊？你想做皇帝，何德何能啊？由你治理大宋，勝得過當今嘅皇上咩？大宋積弱，先錯在眾民興武，兵力不振，如何沙場殺敵？最後只會屢戰屢敗，繼而強降弱之，導致地方貧弱，即使遇上劫賊，亦都難以平定。再加上權力之家日盛，兼並之襲日滋，百姓日貧，經濟日壞，上下兼逼。講得好，休息見。若然你做皇帝，你會如何撥亂反正啊？我會君公田，不君者君之，未給者給之。到時我哋就會人人自給自養，衣食自然富足，民富國自強。淨係咁咋？我會修善武備，御兵於農，減少國庫虛耗，咁樣就可以無懼華民欺我大宋，將所有鳥狗通通趕走。有氣勢，高瞻遠矚，為民請命，還我河山。仲有邊個敢話女兒家唔可以做皇帝啊？特使大人急召，未知有何要事？当初是哪个出谋献计，说就算失去不死人毒、永生花种子和火鸟草图，更加不费一兵一力就可以挪动大宋江山的？世事如棋，往往一波三折，今次的代价实在太大了。大辽潜伏在宋国的势作已经连根拔起，就算连水玲珑也都牺牲了。放心，一切尽在我鼓掌之中。无谓自欺欺人，现在汴京上下的人都讨论着云千羽登基之事，你的皇帝梦到底要发到几时？收声！耶律基，你只不过是辽王身边一个代传口信的小诗人，我才是大宋王爷精通所在。我忍辱负重，潜伏多年，就是想做皇帝。你回去回禀辽王，告诉他听，一切依计行事，事成之后，我将会同他瓜分大宋的国土。千羽，你同耶律基所讲嘅嘢，我全部都听到。你一直出卖我哋，你假意弃暗投明，重归大宋，但你依然都系辽国西庄。你系处心积虑谋朝篡位。你听我解释。你唔好再狡辩。水玲珑系你杀。念念是你害死的，坐三十年前你知道我是公主，收养我是为了善解而故，你还有将寇珠留为己用，在恰当的时候成就你夺位一谋。是啊，我才是真命天子，是真真正正的赵姓王睿，当今的皇帝只不过是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。你试想啊，刘娥当初怎样对你，他们一个二个
全部都是奸佞之徒，只有我才可以配得上坐呢个龙位啊！牺牲咁多人，就是为了圆你帝王之梦，你冇人性噶！成大业者就不能妇人之仁。勇神是不是你杀的？是，全部都是我做的。她不是你亲生女，但她都是你的女。这十几年的感情，你怎么可以忍心落手的？你没有人性啊！你真的好天真。所谓亲情，全部都是帮我铺路。只要我坐上皇位，所有人我都死不足惜。刘神，你无辜的！可以做到女皇帝啊！你杀埋我！停手！韩中楼，束手就擒！包拯，你唔揾我，我都揾你。你今日插翼难飞啊！你以为我会坐以待毙咩？算嘅话，你就会驱怒未报。夜冷清有热诚，明月心真公正，寒窗实难怨天也从明。合眼睛意难平，缘恶母影相较平，世间苦其实永未平静。未算清，人未到，伤心处未流泪。人在变，贪不厌又穷追。谁像我，烽火都未会吹，找真相无畏惧，不奢求被赞许。冇可能！我去推定威仪冇错。你假意投诚都是为求夺位，朕绝不姑息。你走唔甩噶啦！包拯，你听住，你呢个不肖子，系你害死你爹啊！冇错嚟。